来把剩下的关卡过一过吧。在那边跟那个牛浪费时间。这影评写还比较快。你要跟我比耐心是不是？什么、啊？地狱爵士，哇，好肥！像有秘密，
靠背。不能跳。嗯，怎么上去啊？这 BFG 啊，怎么那么强啊？我省着用。靠，又来了。口战阴险，底下一个坑。那我等于没有拿到钥匙了。
靠腰。难打。我要怎么换 BFG 啊？糟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换 BFG。该怎么换 BFG 啊？谁可以教教我？是结局了吗？我连这游戏怎么切 BFG 都还不知道，
这游戏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我选最简单的难度被打得离离的。啊，新关卡。哇，这里的怪好难哦！我选最简单的哎。这不能混了。我这游戏不是给休闲玩家玩的吗？太难了。后面的枪越拿越烂，我拿到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超级 SSG 耶！这把有点强哦。地方摆的那个敌魂真的有个击败的，
鬼手是什么？会穿透的。这鬼手好打很多，又来了，每次都用人海战术。最爽玩的玩这款游戏最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到底有几关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次毁灭战士再见，拜拜。这游戏真的是越来越难了，难道不像话？